欢迎大家参加今天金桥留学的线上讲座，我是金桥顾问 Rosa。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关于英国留学的 Precessional 课程相关资讯。第一个部分会提到的是课程内容资讯，那都是学生自己本身的经验谈，还有就是顾问的经验分享。第二个部分我们会举几间学校来当做例子，因为每一间学校的授课方式还有课程重点不太相同。第三个部分我们会提到的是参加 Precessional 课程的优点是什么，那这些优点可以怎么样帮助学生提早更融入学校的环境。同时很多学生会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符合资格申请，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申请，还有应该要怎么做申请，这个等一下会一并提到。近期因为新冠肺炎的影响，所以很多学生也在担心说自己是不是会需要延后入学，还有英国的目前情况是怎么样，这部分等一下会一起跟大家做更新。